嗨，大家好，我又开始栽花了。这回呢，我栽一盆比较有品位的花，因为这个美女有品位。为什么呢？选了四颗绿如意，选了四颗绿如意，我们栽在一个盆里头。亲爱的网友，你们觉得有没有品位？看我的视频呢，都是那个栽护点兰的那个。喜欢在荷兰的网友多啊、嗯，看看这一盆绿如意，非常漂亮吧？我告诉大家怎么摘的哈，先拿出来，你扶着点，姑娘，行，扶着点啊，对啊，嗯，就是下边是苔藓这个，它这原来栽绿萝那个盆，就是这个盆嘛。完了，下边是搁了苔藓，完我上面又搁了一层土，完了把这个绿，你看这个，它这个根儿特别的健康哈，你看这个，这绿如意的根儿特别的健康，就给它栽上了。这个气根能顺里头就顺里头去，如果顺不里头，就让它自然的往外伸展就可以。看这个，这根儿都特别的好，一根烂的都没有，这气根。气根非常旺盛，说明这个植物的生命的状态也是非常好。以往吧，咱们大家不都说开花的花不换盆吗？实际大家都知道，天天看我晒我那紫水晶，实际就是蝴蝶兰。我蝴蝶兰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在开花的旺季给换盆，特别是咱们搁土养，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，而且它这花穗还能够继续往前长。假如说是咱们不给它换盆，它直接这么养，可能这个花苞开过了就开过了，就这个花蕾这个花季就结束了。如果咱们用土给栽，我为什么直接给用土栽呢？它的花季的时候，我为什么用土给栽呢？就跟我那个紫水晶是，咱们在家里那紫水晶，你看我紫水晶当时就是剩了两朵花了，结果我给用土换上之后，它长出那么长的花剑来，是不是得有一拃多长？我经常给大家晒的那个，所以说我就直接给它用那个土，直接在花季的时候我就直接给它换上，我觉得因为这是成功的哈，因为我有前面那个紫水晶的例子哈。花叶不好的不用剪掉吗？那花叶不要剪，那个它虽然这个叶子虽然瓣了，但是它不影响它光合作用啊，它照样能给植物提供营养，它不影响它光合作用。瓣了的叶子，你看它这气根，你看这个绿如意真是挺旺的，这几颗真不错，你挺有福的，你看这几个气根都那么旺，能顺进去顺进去，顺不进去这样自然在外边伸展就可以。因为这个蝴蝶兰就是长气根的，它气根来我看看这花枝多不多好啊，你想换花枝吗？这不用，我觉得不用换，为啥呢？你看这空间挺大，你看看，你看一下呢，你说不用换就来，你扶着，哎对，好的，你扶着，我得慢慢把这气根往里顺顺，能顺咱就顺进去，不能顺进去在外边伸展就可以。也是用土和苔藓对半掺着摘哈，它这个花剑会一定会再往前长的，就跟我那紫水晶是一样的。大家天天看我晒那紫水晶哈，就是苔藓和土是对半掺着的。经常浇吗？啊，唾液可不经常浇，不能经常浇。哦，经常浇可就完了。这会儿我就嘱咐你呢，就是你看现在这不，咱们现在房间里边暖气给断了吧？没有暖气了，说屋子凉了吧？它的浇水时间你要延长。之前我让他们一个星期一浇，完了现在你就十天一浇。这个回家你就浇上水，为啥浇上水呢？你看了没有？你看刚才咱们拿起来看那根儿是什么？它已经咋的了？已经缺水了。对，哎。那土和苔藓掺，非常。
上成功，养得非常好。就是我给网友们，那个网友们，我天天不是录完视频，我都会发到网上吗？完了，那个网友们就根据我的视频养，完了那个养的那个效果都非常好，都给我回馈了，效果都非常不错。啊，就是这个啊，就这种养法。产的原来对对，原来光是水苔养吗？不如这个效果好。水苔肯定比土的营养好吧？对对对，对了，实际笨想就是这么样说，实际还就咱们这么想还就是对的。来，姑娘把那水苔给我分一分。撕开吗？来，对对。那你不愿意这手给我？这空里没有。对呀、啊，空都得塞紧它，都得塞紧它，不用塞太紧。不用塞太紧，但是必须给它塞上啊，让那根儿挨着土，挨土，因为那啥有营养。特别是这四个之间，你看这挺大空的，是不是？啊？哎呀妈，这栽几颗呀？栽四颗。这一盆里。你看多漂亮哈、啊！嗯，纯净的。干啥得栽那么多呀？哎呀，就这多吗？这不一盆正好四颗吗？多纯净，多好看呢！就这么大盆啊，我家有个这么大的盆。嗯，对呀，你不栽好几颗了吗？我都栽一盆一盆栽，都不是栽一个那什么。对，你是栽小盆的，一盆盆的栽的哈。啊，对。现在七八颗了。七八颗了。还想买，看了还想要。你说我家买几颗了？从你家买四颗了。啊。我原先就有那个，就小嘛那花。啊，原来有吗？遇到大花。原来有哈。原来是小花。啊，是那个像你家那桌上那个。啊。小点对，这中间那个要给它塞满。其实真土的。完了还得掺点这个土草，不是这个什么彩排排，是吗？对呀，这不掺的吗？我给你栽的时候不也这么栽的吗？没说是吗？不是，我自己栽的，不是你。啊，你是买苗回家自己栽的？买苗自己回家。你没让我给你栽呀？嗯，我没找土，广州的那个。对你割土啊，你放土。这土是不是活得好啊？当然了，你不成功，你说我能那么大胆的给姑娘栽吗？我那个啥，我天天那个研究这玩意，不是我，不是研究，我已经做完试验了，确实好。嗯，对，它不好的话，我也不能那么贸然的哈，贸然的给人家瞎栽呀。对，姐，那个说肉刚才那个回去得浇水吧？嗯，回去浇水行。得浇多少啊？小这叶子都是这样吗？这没事儿，没事儿。等到这个叶子多的时候，这叶子破的呀，你就可以给它绞掉了。它叶子不断的在长新的，嗯，你像这个叶子，你看这叶子不黄了吗？等过一段时间，它自己就干巴了，你就拽掉就行了。嗯，它一种新陈代谢，它的叶子裂瓣了也没事儿。好多你看我们倒出来的苗叶子都是瓣的，应该没问题，它不影响光合作用啊。这是新倒的吗？这当然没有，这个倒了有十多天了，十多天半个月了吧。这批苗已经都养住了，它你看只要根儿健康哈、啊，只要根儿健康，完了你水别浇大了，这回回家你十天浇一次啊，你回家浇溜溜土旁边儿浇呗，对对对，完了你见光啊，不要见太暴的强光，有那样的位置吧？有啊，不要见太暴的强光，但也得见光。要是太暴的强光嘛，它开得非常快，这些花落得快。现在花这个这些花量还挺大的，你回家赏赏花，这能赏很长时间。而且咱们用土栽了，它会不断再往前长。啊，前面的那往前长的话，这个杆怎么办呢？它不得往下垂啊？那不对。它没事，它垂的这杆儿那个够它支撑的，啊，它垂顶多是往下垂，或者它再往前长，你看长这么一段可以够支撑的啊。我那紫水晶你不知道，哎呀，长那么长啊，都那么长啊，不用换这个杆儿哈。对，它这个花剑吧，它虽然是没有我说那紫水晶长，但是它还能长，它长这杆的支撑是应该没问题。我还喜欢连着长的，就这样支着我就挺好，这样你就喜欢这样子的哈，比较利索哈。嗯、周围给塞匀了，那个土一块放发财树的时候用就行。对，嗯，对。我累。我累。你看这缝还这么塞紧，你看这么行，看，
这很大缝呢，看。对，一浇水就该。对呀、啊，你看这样塞呢，咱不用使劲塞，但是必须给它塞上来。塞上来完之后，它就是起码根儿能吸收到营养哈。嗯。开完花这个剑，你别烂脚啊。嗯。咋脚啊？我告诉你，你那个开等到开完花这剑，你就从这个部位脚。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啊，你从这个部位脚就行了。嗯。就从这个。每个都从它的。啊，对对。假如说你等到开完之后，你就送这尖儿，反正咱俩离得这么近，到时候你那啥，啊对，这个来。好嘞，看看多漂亮，看看这么漂亮的绿如意。摘完了，这美女好有品味，打个招呼，过来打个招呼。Hello， 看不着啊，看不着，没事，看不着你，这样式的，这样打招呼，可以，没事。嗨，打个招呼啊，就这么养就行，回家就放在那个弱光下边，不要强光使劲晒的地方，但是得见太阳的地方。完了，10天浇一次水啊！你回家现在就浇上水，浇上水就可以了。浇透了它，浇透它吧，浇透。我看有点干了，你就浇透就行。为啥？我为什么之前栽小苗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，就是只进到花根那儿呢？因为那是盆大花小的时候只进到花根，现在情况不同了，现在是盆也，那个盆和花正好是相，它俩是正好是那个，应该是正好适合的，正好浇透的。这样是浇透的是对的啊，就是当时大盆栽小花的时候，我教大家只是把那个花根那儿浸湿，完了要是浇那个太多的话，怕这个花小的时候吸不干就容易烂根儿，而现在就不同了，现在就浇透了。因为啥？你看盆和花正好是适合的，它这个大小哈，当时是只要浸到花根，是因为那个花小盆大啊。拜拜，再见，希望大家对我的视频评论点赞加关注，拜拜。